那我们呢哈、哦、来开始安装一下呢我们的 VMware 的 vSphere 的 ESXi Server 啊、哦。那我们这一个练习哈、哦，我们是用 VMware Workstation 来模拟实体机器啊、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要最少要两台以上。那我们先来装一台啊，下一台呢你再自己装起来。好，这里呢我们开 Workstation 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来一个 create 一个新的 virtual machine。好，我们要制定的方式，下一步。好，这里呢可以让你选，有没有看到没？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让你选 ESXi， 有没有、哦、所以呢你要选这边有一个 ESXi、哦、那目前呢你不管用什么版本，你就用 ESXi 就对了。好好，选择这个部分，好，看到了没？看到齁、哦、好，按下一步。好，这边呢、哦、我们的 ISO 档在这边，我们自己去浏览寻找我们的 ISO 档，我们放在一槽里面自己的位置，自己找到你那个 ESXi 的 ISO 档，300多枚而已哈，300多枚，这个档案很小的，好，300多枚而已，不要找错档案。好，这个路径呢哈，你的 ISO 档找到了。好，下一步。好，这里呢要让你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选的是 VMware ESXi， 对不对？好。然后呢，这里面的版本里面呢，这一个什么 6.5 是最高的，知道吧？哦，所以呢，你就用这一个最高的版本。好，版本选完之后呢，按一下下一步。好，这里呢，哈、哦，就是你的 VMware 的一个名称。好、哦，那这边呢，各位呢，哈、哦，来，我们要把你的名称稍微改一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它这个呢稍微哈、哦、有一点怪怪的哈、哦，所以你要自己注意一下啊、哦，它会移到最后，有没有？它会移到最后，知道吧？好、哦，你看一下 delete， 它会移到最后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呢用一个 ESXi， 然后呢各位前面带一个你的座号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是第一台、第二台，我们用 A 跟 V-dash A。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个 dash v， 知道吧？好，那你呢后面我们要去设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用这个、哦、用你的档案名称跟你的电脑名称一样。好，这里有个路径，对不对？路径我们呢名称、哦、是不是路径的名称是这一个，档案名称是这一个，知道吧？我们要去浏览、哦、浏览什么地方，我们是要放在一槽里面，我们是讲要放在 vSphere 里面，这个路径对不对？好，是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这个名称又跑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是把 copy 下来，贴上，什么？这是你要放的位置，这样知道吧？好，这个路径设好之后呢，我再重复一下，我们的 CPU 设成4颗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 RAM 设成8G， 好，它最少要8G。哦、当然了，你今天一台实体机器要当虚拟机器的主机，虚拟机的主机，对不对？你的RAM绝对不止8G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是因为练习，那各位呢，你有可能也是练习，但练习的时候呢，最少要8G 才可以让它 run 起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好，按一下下一步。好，这个是你的网路卡，对不对？嗯，网路卡呢，我们用的是 Bridge。Bridge 呢是对外的通道，知道吧？不是用 NAT， 知道吧？ Bridge 就是让你这张网卡能够跟大家外面互通，所以它能够对外。好，选择 Bridge，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Hyper-V 讲的叫外部网路，知道吧？哦，外部网路的意思。好，下一步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哦网路的通那个控制界面，然、哦、后你不用理它，就是用它的内地址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它的 HDD 的哈一碟的一个用我们的 Workstation 里面它就自己去模拟的，好，你也不用理它。好，这边呢我们要开启一个磁碟的 disk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新增一个嘛，要 create 嘛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是新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次当然是新增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步。好， disk， 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呢要给它容量。
好，来容量呢，我们给它 20G 就可以了哈，慢慢来。然后呢，你可以使用哈 ，single file 或者是 multi file， 哦，这个呢是都没有关系的哈。那 single file 在 copy 当中是比较快，哦，是比较快，因为是一个档案，它的那个 VM 的是一个档案，但是它还是有很多档案。那我们讲说 multi file， 它会将你的其他档案会做分开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很习惯一下，就用一个 single file 好了，哦，大家都同意啊。那这个不要去勾哈，都不要去勾它。好，下一步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硬碟的哦 ，VNDK 硬碟档，嗯，硬碟档。好，下一步。好，这里呢，先不要按 finish 哈，先不要按 finish。你按了 finish 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后面要去做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做当中，你当然一开始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去制定我们的一个空间啊，我们的一个设定。那我们的配备里面呢，你刚刚有设定的 8G 4 CPU， 你的光碟片、网路卡有没有 ？USB 我们不会用到，各位把它拿掉。零五掉，知道吧？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让你知道的是我们的网卡。哦，基本上呢，各位也要，因为有各位学过虚拟化，知道哈？你的一台主机一定最少要有，建议你哈，最少要有两张以上，两张含两张。你如果当我们的一个虚拟机的主机，对不对？最少要两张，不要只有一张。知道吧？好，那我们这台既然是模拟实体机器，当然最少两张以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再去新增一个网卡，新增。好，我们要新增一张网卡，网路界面卡，按 finish， 它是不是就加进来了？那加进来呢，它是内定给我们叫 NAD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它改成 bridge。好，好了啊，这边没有改它，你后面它就会帮你改了，知道吧？哈，好，然后移动一下就会帮你改了。好了，我们最少现在用两张，知道吧？那一张是给谁用的？这一张呢，可以对外，也可以对内，就是像我们的曾经学过的 Hyper-V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本机当成有 IP？但是它又可以当成通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的机器里面这一张网卡是第一张，这张是第二张，它当然呢，除了管理你的机器里面以外，它也可以当通道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建议说你能够独立一张通道出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最少两张、三张、四张都可以。好了，之后按下 close， 好，按下 finish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你的机器在 ESXi 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这里呢就是你刚的配备。当然，你刚如果要改的话，就要 Add 里面去做设定，再去做修改。好，刚没有完成的话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按一下，好 Play 开机起来。好，这边呢我们去执行，好，它就开始执行。好，我们现在用的是 6.7 这个版本，有没有？当你几秒钟不动了，有没有？它自动会帮你选择这个来安装。好，这个安装呢，哦，也是文字界面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就稍等一下，我们让它跑一下。
好，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我稍微整个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呢，来看一下，来，我这边点进去之后呢，第一个按 Enter 之后，让我们继续，按一下 Enter。好，再来呢，他为我们接受这一个什么合约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接受，不接受当然就不要用了，所以按 F11。好，他就开始去帮你扫描，扫描的一些。好，然后有找到一个磁碟，20G 的，对，这个就是你要按上的位置。好，看到之后按下什么 Enter， 对不对？它有一个 F1 嘛， F5 还有 Enter， 对不对？我们按下 Enter。好，这里呢，你看一下呢，我们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 Keyboard， 用 Default 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你再选择什么，对不对 ？Default， 知道吧？知道是吧？选择 Default。好，按一下 Enter。好，输入我们的密码一样，用我们上课给各位的密码。按 Tab 键，好，两次呢是不是有 match？ 它会告诉你 match。如果你这时候打错了，你就自己就知道了，知道吧？好了之后按一下 Enter 就继续，有没有？好，按 Enter 就继续了。好，我们的密码不够。来，我们来把它删掉，来。来，稍等一下哦。好，密码打完之后，来，开始呢，按 F11 要去 install， 有没有？就开始安装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现在就让它跑，就这样而已哦。然后后面呢，就让它去安装。安装完之后呢，他要去做设定，要去设定，那设定的时候呢，要去设定你的 IP， 让你的这一个夜叉，那这台机器呢，你要设定的时候不能透过远端设定，一定要在本机面前设定，好，因为你要在本机面前，你才能够设 IP 给他，所以在本机里面设定完之后呢，那这一个呢，夜叉呢，有个缺点，他一定要用远端管理。你到他本机的时候只有设定值，没办法管理任何东西，他只能透过远端管理，所以你一定要透过浏览器，来管理他，这样子吧。好，那后面呢，让他开始装。好，那我稍微修，对，这个暂停一下，等他跑的时候我再暂停一下。好，来，要我们把这一个好，现在在安装它安装完了，它现在在把我们把它 load 起来。刚那个就是 copy 档 copy 完了，现在在开机了。按第一个就好了，它会把你的那个光碟拿掉。Enter 就好了。好，刚安装是在 copy 档案它 copy 完，现在呢，你看到现在这个。
灰色跟黄色的画面，就是在安装了啊，就是在启动。哦，所以你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哈。那、啊、当然这个画面不常看到，哦，是练习的时候。那以后机器好了，除非重开机，不然就看不到了。好，这样呢，哈、哦，就完成了我们的安装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哈，装、哦、这边，我、哦、大概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样就已经安装好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就已经停在这边了。好，停在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等候一下。好，到我们这边呢，安装的主画面之后呢，有底下有两个，一个叫 F2， 一个叫 F12。好 ，F2 呢就是要进入我们的设，对，进入我们的设定。F12 就是要关机，重开机啊、哦。所以我们点一下 F2。好，这时候要你输入密码啊、哦。如果刚刚呢你的密码不对。好，这时候你就进不去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系统的一些设定，好、哦，一些设定，我们要停在这边等各位一下。好，这边呢，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呢几个哈、哦、，IPv4 设定好了，对不对 ？IP 设定好了。好，我们的 DNS 的电脑名称有设定的，好，那基本上我有提过，这边 IPDNS 是。你内部的那一台 DNS 哈，跟你 ESI 会去注册的。好，这里几个已经设好了，网路卡跟你其实 IPv4 是设好了，差不多就 OK 了。好，那按下 ESC， 它就会告诉你呢，你是不是要啊、要它要告诉你用网路卡，对不对？按下4，重新设定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网路，对不对？你的这台机器的 IPv4 是在这里，按 Yes， 刚刚那个画面按下 Yes， 因为它你重新设定你的 IP 的。好，这底下呢，当然它还有几个一些哈、哦，你要重新启动你的网路卡，网路卡如果有问题，这边可以 restart。好，你可以去测试一下你的 IP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呢，我去测一下谁254看看，看能不能通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拼拼看，好，他就让你拼，意思是这样，好，他会让你说这台机器能不能对外去拼。哦，其他的就比较没有了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最后按下 ESC 离开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的这一个设定，各位看一下你的画面这里，你的电脑，对不对？电脑名称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192.168.90.202， 这是我的 IP。好，那这样你这台机器就装好了，那我们要去管理它。好，要去管理它。好，我们再到我们 ESI 里面呢，用 Test Management 网路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这台机器呢，要能够出去，当然你设一下，我、哦、第一个 IP 啊、哦， 192.168.90.201， 好、哦，对不对？ 254.201 是不是要能够拼得到？它只要能够出去嘛，对不对？那 ESIA 是因为你没有 DNS， 所以它拼不到，是正常的。哦，所以这两个啊，所以说你现在你这边是不是拼不到？哦，那拼不到是我们的这台机器的问题啊，这个 workstation 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workstation 这里面有一个 editor， 好 ，virtual network editor 这边。好，我现在呢哈，重新再开一次。好，一开起来之后是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呢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这里呢是一个 host only 的时候，它走的哪个网段，跟 NAT 走哪个网段。那我们现在走的是 bridge， 所以你要来这边按一下 change， 哦，要改变我们的设定。好，改变我们的设定，跳出另外一个视窗。第一个这里有一个叫 bridge， 有没有？是不是底下有两个你要去修改，要从这个地方修改？好，我们要看一下这 bridge 里面呢，这里的。出去的位置呢，它刚刚内定是 auto，
自动的。好、哦，那自动呢，当然它会帮我们选，但是它没找到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请各位去把它选择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是不是要问你说是用哪一张网卡，对不对？你要选择井号2这一张。好，这个地方要记得下次上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把它设定一下，知道吧？好、哦，每次来上课的时候要设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你本机的第二张网卡，所以要改掉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就是你的这个 workstation 这个地方要去改掉。因为我们是走另外一个网卡出去，如果你用的是内定的第一张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，这样知道吧？好了，选好网卡之后有没有？这边选好井字号2这一张网卡，选好之后按下 OK， 这个要记得哦，哈，一定要下次一定要记得。来 OK， 这样之后呢，你再去拼拼看这个画面，再去拼拼看254就会拼到 OK 了，有没有？这边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哈，就完成了你的设定，哈，你的安装的设定。那你要确定你这台机器能出去。最后，你再确定一件事情，开启你的浏览器，你能不能登录到你的这台机器？有没有？我现在把这个画面缩小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 Win10 哦，对不对？各位开启你的 Win10 的 Chrome， 好，输入你的 IP 直接输入你的 IP 就可以了哈，它会帮我们去降，有没有？按 19.168.90 打自己的 IP 哦，我是202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会跳进来，当然它会有一个不安全性的，你把它跳过去，因为我这个已经先登录过了，哦，先进来过了哈，所以它帮我记起来。好，你能够看到你的位置，不要是202啊 ,202 是我。你看到我的不准，知道吧？哦，你要看你自己的 IP， 如果你能够连到你自己的，那就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登录里面去做设定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先到这边，等一下我们设定的部分呢，我们在后一个章节。